件事都有它背后的意义。当我进入戏剧社时，我就决定要寻找背后的意义。之后从无到有，从不熟到现在一起合作的伙伴，享受在舞台上的不拘束，我想这就是意义吧。准备好。为什么我要啦？真的要，我不要，我要，我不要，要啦，我不要。没有世界的阻力，少了感人的戏剧张力。反映着真实的生活，戏剧就是你的家，有爸爸妈妈还有小孩。我刚加入戏剧社的时候，只是因为好玩想要进来看看，可是时间久了，你会发现戏剧社就是一个大家庭，已经离不开了，你也不会想要离开。加入戏剧社之后，我学到了动作，然后还有喜怒哀乐，然后对于一些环境的，我们可以如何利用环境的一些的东西，然后来融入我们的戏剧里面，然后